家讲一下，我就是出社会以后呢，做过非常多工作，基本上广电系毕业可以做的工作，大概都做一轮了。你现在在做 YouTuber， 或是你现在成为了一个 KOL 之后，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品牌经营好？搞不好你在走在路上也被认出来啊，因为你有大学室友都被认出来了。我说那可能知道 Penny 会被认出来。走在路上，你不是 Penny。我买给你，就是真的在过这种日子。但我以前在台北的时候，我可能每天上健身房，然后吃一堆有的没，然后每个礼拜都要买衣服。所以你人生中也要做一些取舍。我自己认为创意是很多事情的累积，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东西。所以你希望自己有灵感，最重要的就是你对社会观察，或者你很认真在过生活。你在生活中遭遇到很多事情，把这些事情变成自己经验的累积，才有可能变成创意。我现在在泰拉家，然后我们刚刚终于录完十万 Q&A 了，耶！还有大学室友，鸡超久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真的鸡超久，我们今天就一口气把它录完，我们录了几个小时，大概快两个小时，真的大家问题有点太多，而且因为我们废话太多。可以吧，你们有的我也有。全世界都以为他是北京人。没有啦，因为你太厉害，他是花莲。不要再，人家是花莲。你下次可以演员继续走，你们就很爱笑啊。可以揣摩一下我们的笑声。不行，你不要害我，你笑出来看看。你不要害我，看看高八度笑出来。高八度笑。不行，我知道我自己模仿不到。散场。停一下，我再开一点哦。啊，你先不动哦。原版 Let's do it。 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好难啊，但是又好可爱，好想学哦。嘿，什么动什么动，来吃火锅。 Yeah， 为什么呢？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圆圆嘛，因为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剪我的四月的 vlog， 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件非常 drama 的事情。什么？就是我四月的 vlog 居然没有拍任何东西，都在吃饭啊，一间接着一间餐厅吗？剪到一半，我就跟蜜橘蛋布丁说，好饿，好想吃东西哦。然后我就说，那要吃晚餐吗？然后我就马上 Google 了这间，因为我经过这一条通化街附近，然后我就看到这间火锅店，它在那个南二轮戏院、南山戏院的旁边，对，叫做品汤，而且它店面看起来好可爱，在我的正后方。要告诉全天下，说你人在吃饭吗？我拍个照而已，基本应该没有什么错。
自由。看出来吧，就是英文很好，你不觉得你看英文很好，你懂我中文看什么？你们就可以好好往先往一个小众主题发展。当人格特质出来以后，就是他就可以一直吃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根本不用想，太棒了 ，Seven 要出新品了，就一直吃这样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世新大学，好久没回来了。然后你看他手上拿什么？咪，五点就帮他买了，他到七点才吃，还是觉得很好吃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就收到我们那个大学时期就是非常照顾我们的老师的邀请，然后来跟那个同学们就是分享一下怎么样经营 YouTube 频道。当你啦，主要是你。没有没有，对对对，鸡蛋不鸡蛋讲不到实际话。你好意思吗？而且我还说大学一定要谈恋爱，就讲屁话。我今天进入世新的时候呢，我非常非常低调，我从头到尾就头低低的，我真的非常怕被认出来。然后呢，好死不死就被一个人认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一认不得了，全部人都在排队拍照。排队，他还说什么？我是大明星哎，被围住什么走不动，真的走不动，我从山洞口就是一直走不出来哎。然后你们知道我最后就是。我们最后，我就最后就走到行政大楼。大家如果有读过世新的话，就知道行政大楼后面是山，是深山。我就走那个深山，然后那个蜿蜒小道，走楼梯，逃离人群，很可怕哎！我真的是吓死哎！没想到我的人气有这么高啦啊！我们今天在新一微笑，今天这个是斐济水的活动，然后你可以看我们后面有一个假掰的鱼。对，它一直在下雨，一直在下雨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真的有水，水本人。OK。各位观众朋友，遇到我的那个偶像查理，大家有看查理的影片吗？你好。我跟你讲，他介绍的每一个保养品跟化妆品都非常烧。皮肤真的非常好，对，而且好小只哦。贴近一点看，哎，不要看小了。没有，这一台拍起来很棒哦。对，这个很美颜效果。不能说我要炭烤美国红鹰豚，你要说我要炭烤美国红鹰豚佐金级蜂蜜奶油酱。他名字超浮夸，他的名字浮夸到我刚刚以为是另外一道菜。另外一道菜，香煎加拿大活龙虾衬千层洋芋佐扣比起司酱一支。我们现在，亲爱的公关们正在帮我们处理牛肉的部分，辛苦。然后我们对面这个是，听说是那个。处理龙虾的专家，然后我们呢就是坐享渔翁之利，拿了就吃。鸡蛋布丁今天就是非常喜欢其中一位演员，他现在很害羞。叫做婷婷、yeah, ，Thank you， 拥抱一下，好不好？以后现实动态发了以后，可以来那个找一下我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在路上做实测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终于见到本人了，等一下有一个很厉害的实验。OK， 我们现场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，刚好就是本人的粉丝。发现我今天非常 lucky， 居然莫名的被升等豪华经纪人。
坐一个非常爽的位置，就是第一排。哇，这是我们的房间。哎，这个比较大哎，还是我的错觉啊？其实差不多，差不多啦。真的耶，这我们床很大。哎，它的单人床好大哦。看一下我们的浴室，它浴室也是很大，哇哦！然后浴缸，还是有浴缸，吓死了，超怕没浴缸。在北京的第二天，然后呢，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特美？我们今天留了一个化妆师，就是智贤。我今天上了一个就是那个 NARS 的修容跟打亮，他有感觉鼻子特别挺吗？鼻子有一道光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一道光，这不是业配哦。有没有鼻子有一道光？哎，这地图，因为我就想拉皮。我这里常常长痘痘，然后好难遮哦。哎，有没有很好？有没有大家推荐的遮瑕？因为我已经用过 N 牌遮瑕了，它就是一直过一阵子我才上妆，大概两个小时就浮出来了，烦不烦？我刚刚给自己，这次留。颐和园，昆明湖。对，我们在昆明湖。我们现在要去十七孔桥，这是颐和园最有名的那个桥，有十七个洞。十七个洞干嘛的？让船过的。啊。对呀、啊，船的孔就是为了让船过啊，桥的孔。你看这园子有多大，还走不到一半。所以这就是鼻烟湖吗？对。对，这就是鼻烟湖。就是我今天心心念念的鼻烟湖。然后现在师傅要在里面写上智贤的名字，倒着写。在谁碰到师傅，谁就会被智贤杀死。哇，天哪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哇，哇，你能跑吗？他可以，健步如飞的皇后。Good morning， 我们的早餐来了，这是我们的炒蛋。哦，天哪，看起来好好吃啊！还有面包篮。但是早上六点。对，才早上六点。好嘞，哦，还有一大早的水果，这个是苹果汁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啊，你点了什么？早餐茶。早餐茶，红茶吧。对，是早餐茶室，而且还是保温的。对，啊，太棒了，太幸福了！我以后都要叫你这个名字。有人可以叫你起床，然后你又可以先吃早餐，再做所有事情。怎样感觉做起事来更有效率了呢？嗯。啊，好好吃哦。虽然就是普通的面包，我也觉得很好吃。天哪，我们看到长城了！长城在这，长城怎么那么高？其实每户还真的很恐怖哎。Oh my god！ 然后下面真的很高哎。